沙棘草，我爱你们。我不知道用什么文字来形容刚这段表演，我甚至没有看一句中文词，但是我听完的时候我很想哭。我不会形容，我刚才跟盖要讨论，不知道讨论什么，我就把这个摔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文字能够形容这段表演，我太喜欢了，太多感动。因为之前一直在讲，我害怕看你们的表演，因为我怕失望，因为我太爱你们。你们今天带我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向往的，我好爱，好爱，好爱，谢谢你。今天我听了这首歌，一方面很感动的同时，一方面我很愤怒。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就是那天在公演完之后，因为我拿到了萧敬腾老师给我们的专辑，我特别开心。我回去那天晚上我就失眠睡不着，然后我就打开闲鱼一看，哎，怎么有人在闲鱼上卖他们的专辑？然后我看到底下评论说，哎，这一看就是参加过公演的人，这大哥会办事儿。我的天，我整个人要气炸了，你知道吗？就是萧老师他给大家买了沙棘草的500份专辑，是想让更多喜欢他们的人来听到他们，而不是说放家里人放着我卖了吧。就我觉得很不尊重人，我觉得任何乐队任何他们写出来的作品用心制作出来的都值得被尊重。